就係話，如果你喺三號制牧師嗰度俾笪地咧，就三個廟宇三合一咧嚟到建廟宇。但係咧，基督教嘅咧，如果起教堂咧，就攞唔到嘅。 咁我請問咧，你哋會唔會用你選票要求特首公平地咧，俾起碼基督教咧，佢哋抽籤咧喺個地方咧就攞地，或者咧攞房屋署嘅地方咧做教會咧？如果當選特首咧，我即係為香港人選咧，我覺得係最能夠為香港求福利嘅特首，絕對唔會係為教會求福利。就我自己教會咧，每買一幅地咧，都係真金白銀買翻嚟嘅。亦都係咧。 聯會咧，佢攞墓地咧，政府亦都係好多條件好蝦，絕對冇官商勾結。